Hey guys, I'm Crypto Giant Beauty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一个每天沉迷于自己美貌加密博主，主要是分享一些圈的最新事。好，我们讲完了 LuxRare，我们来看一下 X2 Y2 啊。XY2 的界面呢，不能说跟 OpenSea 很像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每一块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，连这个 banner 图都一样。然后热门系列我们可以看到，哎，它这个热门系列看起来其实都已经比 LuxRare 要好多了，对吧？很多热门的项目在它上面也看起来是很热门的，对不对？那 X2Y2 的营销方案呢，其实跟刚才的 LuxRare 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也是大面积的空投。它这个空投力度还是非常大的，只要你符合它的那个交易条件啊，你就可以去领它的空投。那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啊，我在 OpenSea 上面的交易是25.9个以太，那我可以领到的空投的数量呢是863个 X2Y2 啊。但是呢，你想去 claim 这个空投是需要条件的，那旁边这段话呢写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laim 的规则啊。首先呢，第一个选择，你可以去 list 40个 NFTs，这个要求的数量比较大，但是呢，你这个 NFT 可以来自不同的 collection，总数达到40就行了。那第二个选择呢，你可以上架任意数量的 NFTs，但是呢，这些 NFTs 是来自呢四个不同的 collections。就是它会给你一些符合要求的 collections 里面，你只要选4个，然后上传这4个上面的不同的就行了。哎，下面的这条要求呢，就是说你在 X2Y2 上面上传的这些 NFT 挂的这些价格呢，一定是要比 OpenSea 要低的啊。如果价格比 OpenSea 挂的高，那完了，这个不算数。然后最后一句说的是，这些 NFT 呢，如果它有太少的这个交易量啊，它也不行，哎，它也不能算数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要求还是非常高的，操作也是非常麻烦。但是这个40个 NFT 或者是4个不同 collection 的 NFT，我觉得都是非常麻烦的，所以我也没领，懒得去 claim 了。好，说完了空投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经济模型啊。那这个经济模型呢，其实看起来也是非常简洁啊。流动性预售占1.5%，1000名用户的话，人均1.5个以太，对吧？合计1500个以太是吧？还是不错的啊。那初始流动性提供1.5%，团队10%，空投12%，质押奖励65%，非常的清晰。而且呢，你看像这个 roadmap 都规划的非常好，怎么样去建设它的交易市场呢？怎么样去做元宇宙最后怎么样去做去中心的部分呢？然后包括它的 DAO，然后它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个公式啊，x 的平方加 y 的平方等于2的平方啊，真的非常有意思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币圈里的项目设计者一个个都是数学系毕业的，之前的3逗号3呀，包括现在的 X2Y2 啊，都是非常有数学感觉的。不管他们整的怎么花里胡哨，我们只要看重点是不是？好，那讲一下它的重点啊，它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 X2Y2 摒弃了交易挖矿的这条路啊，他去规避那种刷交易量的那种假交易啊，他做了一件事情叫什么呢？叫上架级挖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上架级挖矿是怎么挖的呢？他就是说你要质押你的 NFT。啊，你只需要在 X2Y2 市场上以合理的价格将它们挂牌出售，就是上架，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奖励。这个奖励的计算公式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奖励，然后它是有几个变量相关的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它重要的几个变量。第一个变量呢，就是 Last Price NFT 还有 Floor Price Collection， 就是说你要挂的这个价格合理。比如说一个 NFT 你挂9999以太，但是它不值这个钱，它就卖不出去。它卖不出去呢，其实就不能产生真正的交易，是吧？没有产生真正的交易呢，那你这个平台还是空洞，所以他为了规避这样一件事情呢，他就设置了这样一个公式。一个是让你挂出来一个合理的价格，这边还要乘以一个 P， 这个 P 是什么呢？ P 是 NFT 被卖出的概率，你还要考虑它这个卖出的概率，所以对你这个价格要求的还是非常严格的啊。那这些公式呢，换成人话说，就是你不仅要挂出来一个合理的价格，而且这个价格最好还是要比 OpenSea 上面低，然后以至于这个 NFT 卖出去的概率很大，你才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回报。那除了上架级挖矿呢，它还有一个代币质押的部分。那这个代币
以质押的部分呢，其实与一般的质押部分是相同的。投矿的收益是非常高的。最开始我听我的粉丝讲啊，那时候 APR 一度能涨到10000多，是吧？后期现在有所下降了，但是呢，它背后其实是一个复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项目方还把它的奖励方面呢，往早期倾斜了一下。可以看到，早期的奖励真的是非常丰厚。因为其实我们币圈的项目，要么就不火，要火就是一早就得火。像那种细水长流慢慢做的，其实爆发性可能就不太好啊。反而是一早一上线就把这个用户给圈住，把这个热度给打起来，后面他反而能做得比较轻松。所以这个项目方啊，这么去匹配还是有一定的战略性意义的。那你所有的 staking 的 rewards 都是线性发布的，可以避免一定的崩盘，包括这个 team 的还有其他的 development 部分呢，也是一个线性释放。好，我们来填一下表啊。那 X2Y2Lux 上线以来，这个交易量其实没法跟他们比啊，因为 X2Y2 的上线时间是要比 Lux 晚的啊，这样比对他不公平啊，所以这里数据我就没填了。那团队部分呢 ，X2Y2 呢，它也是个匿名道，但是呢，它是国货之光，是吧？冠上了一个国人的名号。其实大家看它的页面就能看出来，它在文字部分呢，很友好的可以选中文啊，看一下它这个页面，点这个语言部分，你可以选英语啊、日本语啊，那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，它都照顾到了。那它的营销方式呢，其实都是跟 Lux 是一样的，是吸血鬼的空投啊，每个在 OpenSea 上交易过的都可以去领啊，只是你看你愿不愿意，像我这种比较懒的就没领。那挖矿呢，它是质押挖矿加挂单挖矿加复利。那这点呢，它相比 Lux 做了很大的改进，而且它这个挂单挖矿是真正能激励一个 NFT 平台的核心资产啊，就是内容，是吧？就是有多少人愿意在上面买它的 NFT 啊，就是你想买你得买得到，是吧？像亚马逊之所以火，是我想买什么基本上都能买得到，对吧？那说一下坑吧啊，那这个坑呢，就是之前 Lux 出现的坑呢， X2Y2 不一定会再出现，但是它也不一定不出现，是吧？因为它的模式呢，像质押方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后面的可能不太一样。那这个 S2Y2 也有可能会出现 Lux 的一些问题啊。而且呢 S2Y2 还为自己多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复利的隐患。 那这个隐患还是一些崩盘的隐患，对不对？那最后呢，那我总结了一下，它有一个雷啊，它这个雷就是什么呢？打不破的网络壁垒。那 OpenSea 呢，现在之所以屹立在大哥的位置上不倒呢，是因为它除了起步早啊，用户数量大，最重要的是它的上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。虽然呢 X2Y2 用现在的这种方式呢激励了一些比较重点的内容上来，但是它并不能激励所有完全的那些小的细碎的项目的上架啊，有可能还是打不破这个 OpenSea 的网络效应。其实呢，在打破网络效应这块呢，我其实非常看好以太坊的区块链浏览器，我觉得它能干这事儿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又回到这个我发的这个推特，你看它得有多少用户啊，是吧？所有用小狐狸钱包的都是它的用户，你看它每个用户的 NFT 资产，只要可以看到，它就差上线一个交易功能，是吧？它就差上线一个交易功能，那这些用户不都是被它网络过来了吗？还能跟卖家进行沟通，直接跟卖家进行聊天，那活生生的一个淘宝，对不对？阿里旺旺类似这种的，直接跟卖家沟通，这个太酷了。好，那这个表呢，我们就填完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这两个竞争者的，因为他们都发币了，他们的币价情况。好，那先看 Lux 啊， Lux 这个币价呢可谓是一路走低啊，这个惨不忍睹。那最高点呢停留在1月20号，就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X2Y2 啊，表现的也不怎么好。那但是呢，它是一个复利的模式，它产生币的挖矿速度太快了。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啊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复利的模式在做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第二部分，这两个竞争者的详解我们都已经聊完了。那我们最后再聊一个闲话，就是 OpenSea 的钓鱼软件到了这个 NFT。 那这个是个什么事儿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。这个事情太热了，太多主流媒体都发了，我也懒得去扒资料了，就跟大家过一下吧。那这个就是 OpenSea 遭到的这个钓鱼攻击啊，就是黑客给玩家发了一个邮件啊，这个邮件长这样，看起来像是 OpenSea 官方发的邮件，但是呢，你只要点这个 Get Started 你就进入钓鱼网站了，他就把你的资产给转走了。那因为这件事情呢， OpenSea 也给用户发了警告啊，警告说 OpenSea 昨日推出的新签地址合约其实是他自己做了升级，
出现了 bug， 那攻击者呢正在利用这个 bug 窃取大量的 NFT， 那这些 NFT 涵盖了无聊猿呀、变异猿呀等等等等一系列非常主流的 NFT 啊，价值都非常高，很大一部分呢都以地板价给卖掉了，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呢已经转回世界地址了，是这样的一个事情。 OpenSea 官方也在积极调查，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大家还是没有必要恐慌的，但是呢不要掉以轻心，因为币圈的现在确实还不太完善，它发展太快了，各式各样的骗局都会出来。我之前还说跟大家出那个避坑指南，但是我最近发现我准备好的素材要讲啊，这个坑都已经过时了，太多坑了，层出不穷，这个坑更新的太快我都没跟上啊，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啊，注意自己的资产安全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呢讲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啊，这个视频里面用到的所有链接都会放到视频下方啊，另外没有关注我的 Twitter 的一定要关注关注我的 Twitter， 还有我的 Discord 群啊， Discord 群其实已经分类很多了，但是现在的用户数量都很少，大家都还是愿意在 TG 里面聊天，那在 Discord 群里面聊天其实是要比 TG 更好用的啊，因为它可以把你的聊天讯息给分类啊，你喜欢看 K 线你就可以线，你喜欢搞白名单的就去找白名单啊，你喜欢空头的就去空头，你看最近发的空头你们都领到了吗啊，这些羊毛虽小但是积少成多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这场 NFT 交易所大战你到底支持哪一位选手呢？另外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去领 X5Y2 的空头啊，还是非常值得去领的，虽然我很懒我没领，但是你可以去领一下。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大漂亮的视频都是知识分享，并不是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最后注意风险，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资产，拜拜。喜欢我就订阅我 QT 陪你一起打游戏哦。